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因为鱼塘本来鱼塘没什么用吧，可能。噔噔噔噔，哎，他是不是每次这个批程他都会固定有一辆物资车啊？好像是这个样子哎。妈了个巴子！别跑！算你跑得快，咬你一命。
哎，这个 B 跑到这来了。欢迎小丢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让他跑了那条龙。算你跑得快，小伙子。其实他要关闭了，我不知道，他可能会给别的东西给你们补偿。签到他也取消了呀，所以鱼塘也可能取消了吧，他可能要取消一些没用的东西吧，不知道。又是这个圈，给我刷军事基地的破圈干什么？有种就刷一个龙狮城的圈呐、啊！真的是，有种你就给我刷一个龙狮城的圈呐、啊！你不要给我刷这种什么军事基地的这种圈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钟也被开了，我的盒子也被捡了，什么都被你们捡了，我搞什么？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
满天的星辰终于离开，栀子花开。真过分，他居然没人来救你，兄弟，太过分了。他们就没有把你打，把你当队友，没有把你当亲兄弟。他们没有把你当亲兄弟。有个骑龙的老屌，你个老六，真的是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哎哎哎哎哎，打我呀！哎，打我呀！哎，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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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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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东西他不下来，他下来的他喵的那个龙就是我的了，好过分呐。欢迎小豆。这个狗贼他居然不下来，这个狗贼。这能飞上去吗，兄弟们？能跳上去吗？靠，跳不上去。被我跳上来了吧？恭喜算平凡的名字了，17CM 啦！
Baby tonight, baby tonight, baby tonight。是想念在我耳边提起，才懂得这真的温柔是声音，直到我身子去，才懂得风景没有情意。爱你就像飞蛾扑了过，欢迎库龙。起，打个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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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桥这里有人。靠，差点就死了。小伙子，你觉得你还能跑吗？大笨蛋，摔死了。大笨蛋，我来啦！跳啊，你飞呀、啊，飞得更高，摔子也好，像狂风一样舞蹈，飞得更高。
What the fuck? 名门伏地魔，我套你的大嘴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这游戏要是没有这么多脑力，我感觉我吃鸡率应该很高。这个游戏自从21年中间的时候，慢慢这个游戏脑力就多了。老六必备衣服就是那个雪山精英，真醉了，真的是。你看现在穿这个衣服的人好多啊，全他喵都是老六。当老六谁不会当啊？趴在一个地方，一动一动不动一整局，这不就是老六吗？一把游戏一动不动的，那还玩个锤子？是我都不玩，我都觉得浪费时间。别跑，别跑，死老鬼，别跑！不跑，我不跑，那怎么了？我不跑。留一手，不能不能，留一手，唉。我想着随便打他一枪，他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谢谢婉婉，谢谢婉婉续费的钻粉 ，Thank you。婉婉人甜貌美大长腿，谢谢婉婉续费的钻粉，大气大气，欢迎梁一。我他们要追着他打了好多枪啊！他打血打上了吗？谢谢婉婉，谢谢婉婉续费的钻粉 ，Thank you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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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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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一队两队三队，我劝你们赶紧走啊，我的 ID 叫做国服第一帅，等一下我会打死你们的。又是穿这个衣服的，我现在看这个穿这个军大衣的人，我就恨，我就烦他。怎么这么多人喜欢穿这个衣服呀？这衣服全是些老六在穿。下来。Hello, baby. 乖宝宝啊，乖宝宝，乖宝宝啊，乖宝宝。
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，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。当泪落下的时候，所有风心都什么？因为有你爱，所以宽容。因为思念，时光走得匆匆，月光星星把梦偷走。所有失眠的夜，想你够不够？所有失眠的夜，想你够不够？紧急呼叫器一点都没用，他紧急呼叫器还要等二三十秒。哇！我要飞上去，我差的差一点点，腿太短了。我的妈呀！这里他喵的有两个人。还好这波左探头一下，右探头一下。要不然这波我都成壳子啦，兄弟。这波龙狮城落地十一杀。送给大家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差点就死翘翘了哦。哎，你打我呀！哎，我走。哎，你打不到，嘿嘿。一个坏老头，
SUV 驴炸死你。唯一的兔子想依躲在你身旁，是谁生性做太辛苦会缺氧，爱情一小小就在心里的成长，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，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。这个人没队友了，我也溜了吧。这波龙狮城落地13杀送给大家，我就是龙狮城唯一活下来的那个男人。这个老刘，say goodbye。这波直接把14杀右边的兄弟们抬向天台，我差嘞！我他喵昨天星期天我忘记节奏板前天台板和竞猜板的那个图了，我差嘞！刚刚那个龙狮城那两个老六还挺厉害的，讲道理。龙狮城那两个老六挺厉害的，尤其是第二后面死的那个，后面那个死的那个逼打得挺好的。谢谢男童大队长的办卡。只不过他被我抓住了机会。去抢个超级空投，
钢枪大西。Find your home。借家有闲气的办卡。抬走，下一队。瓜冬瓜哈密瓜，不爱我的是傻瓜。苹果芒果火龙果，我是你的开心果。打个锤子击伤，击伤换子弹太慢了。像我这种喜欢打提前枪的，等一下一下子子弹提前枪就打没了，还不如打 UMP45 呢，换子弹又快。抬走，下一队。谢谢5381270的办卡。快准狠，兄弟们，讲究的就是快准狠，知不知道？不给别人机会。哎，他没枪哎。大哥，小学生。哇，这个人。哦，这个人，这个人怎么了呢？不准狗分，不准就是不准。怎么能狗分呢？
哎，那上面是不是有人啊，兄弟们？我好像看到那上面有人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还是看错了。哇，真，老六真多啊，老六。抬走。我捡了别人的龙啊，笨蛋。我也不想杀太多了，我再杀五个人吧，杀五个人凑三次杀。欢迎蜜糖。鸡哥，啊！我靠，我的龙用不了了，西吧！这他喵的荒郊野岭的，要我去哪里找车哇？哎呀，龙用不了了，我去哪找龙啊？我去哪找交通载具啊？哦，对，我有滑板，老是忘记有滑板这一回事儿。诶，你打得中我吗？嗯，你打得中吗？呜呜呜呜呜，呀呼！你害怕了没有？哈喽，听到？左边右边？老六，你完蛋了！老六，你还跑？他不咬我啊？你个老六，打死你！他说我老六。一锅儿直接送你，送你回老家，送你回老家，送你回老家。
送你回老家，送你回老家。又不是我老婆，又不是我女朋友，为什么要对她那么温柔啊？真的是。像你这种渣男滥情，见一个妹子就温柔一个妹子，你个渣男。兄弟们，给我集结冲！Find home。三、二、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酷阳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始料不及。吃鸡！这波三十一杀吃鸡送给各位观众老爷们，看得过瘾看得刺激的话可以帮主播点波关注啊。要不办卡兄弟们不过分吧，昨天三十一杀，今天又三十一杀了，天天一个三十一杀。结账结账，能十四杀，能吃鸡，能八杀，三个左边。这兄弟们看得不过瘾吗？谢谢向先生的办卡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从一八年就开始看我了，从一八年就开始办我看我了，还不给我卡个牌子啊？
一八年到现在你不卡个牌子真的是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不是你们好多人粉丝牌子掉了的，你们不重新卡个牌子续费重新搞张牌子吗？跳一首军事基地吧。枪来！你这个死老头，刚刚我没冲过来把你补掉，你很嚣张是不是？是两个队的，
抬走，下一队。好，虚浮，很虚浮，非常的虚浮。这怎么是老六啊？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这里面。他们从一开始在楼顶上就知道我在哪个位置了，好吗？我还在这打了一队了都，他们才过来的。今天少吃点，减肥。这波军事基地落地七杀送给大家。落地一把枪，装备全靠抢。我系加加型，我为积极代言。欢迎狼哥，什么视频回放？狼哥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放过视频回放？搞这些。
我去什么什么州？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我了，狼哥？干嘛啊？这个人要跑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跑啊？妖怪哪里跑？我没去啊，我天天在家，我去哪里啊？你在梦游啊，狼哥。我这几天不都还在家里吗？我在湖南呢。老北北。这波军事基地流感，我就直接完成11箱。右边的兄弟们，你们慌吗？觉得主播打得不错，看得刺激的话，可以点波关注啊！咱们在微信订阅的小伙伴们，也可以点个订阅哦。狼哥是不是昨天晚上做梦到我跟你说什么了？抬走，下一队。这个老屌他还想卡楼梯。但是他没想到我已经在2楼等着他了。就这样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你续费贵族没有提示，续费好像是没有提示的吧？你要在直播间续费好像才有提示，你没在直播间续费的话好像是没有的，狼哥。在直播间续费吗？那可能是要续费，好像是伯爵续费他才有提示。子爵好像是没有，伯爵续费就有。
欢迎荣华哥。子爵续费是好像没有提示的，但是伯爵就有了。这把我要是，我觉得我这把要是再来一把三次杀的话，就有点过分了，有一点。贵族有什么用？贵族就有贵宾席靠前一点。其实你要送两个飞机的话。你要送三个飞，其实就是差不多你充多少鱼翅，然后就直接一次性充，开通个续费个贵族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没有燃烧瓶，我操了。不能，能巴杀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加油，特种兵！这有个燃烧瓶就好了，可以封一下，就有时间打药了。谢猪臭臭的办卡。有一个燃烧瓶就好了，只要给我打一个急救包的时间就行了。但是他喵的那个逼一直在追我，没时间打药，真的是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
开玩笑，我是会跑的人吗？真的是。跑是不可能跑的啦，怎么可能会跑呢？Hello, baby. 别上来啊！都跟你说别上来了，你不听。Find home, bang.找不到我吧，吃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步，Find home. 草率了，老是少了一个关键的燃烧瓶，真的是。燃烧瓶有用的时候是真的很有用，没用的时候他喵的燃烧瓶点用都没有。关键时候就差那么一个燃烧瓶，我就能活下来了。燃烧瓶适合堵别人的路，卡别人的走位。或者是封，就是要卡他的走位，往那个楼梯口丢一个，他就不敢上来，你知道吧？
太可惜了，有一点点的可惜，一点点的可惜。这里没有车啊，鱼塘要关了，好像是那个鱼塘争霸没有了，所以就关了。那个鱼塘争霸不是早就没了吗？碰到那种狠人，一般柴火上来的，要不就是傻子，要么就是高手。敢柴火上来的，要么就是傻子，要么就是对于自己的实力很自信的人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踩着火冲。反正你要我去攻楼，我绝对不可能踩着火上去打他，那是傻子才会冲。这里居然没有人，居然没人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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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欢迎医生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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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踏上火就喝王老吉，我要不要回去报仇啊？算了，感觉没必要上去，等算了，我还是要上去回去报仇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但是我想了想还是很生气，我不服，所以我要回，我要下回去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想一下越想越气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去报仇。这个龙没捡，我就可以起飞。神龙使者，完了，龙没了，他们应该走了，可能。只要龙没了的话，那人60%都是走了的。
打我呀，打我呀，胆小鬼。哎，你打我呀，你不要害羞，你不要害羞。靠北，彪猛阿皮，没办法，人太多了，三个右边不能不能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一个一个的上的话我还是可以打的，两个一起上的话要看运气，三个一起上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嘿嘿，落地成壳。Say goodbye， 再见。诶，你打我呀，诶，你打我呀，你打我呀，打死我得不得？我就在里面，来打我啊，敢来吗？看你就是在找我，抬走，
下一队。这波落地五杀送给大家。这还不是一个队的哦，有个 B 单人四排，好像是有个人单人四排，猛男啊。我们直接骑龙去抢超级空投去。这个超级空投可能在坡岗哦。这是个信号枪，装甲车没用，直接走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是受伤也会有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过雪湾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。谢谢狼哥，谢谢狼哥的两个钻粉飞机，谢谢老板，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，谢谢狼哥的钻粉飞机，老板大气，谢谢狼哥，老板硬邦邦，祝老板找一百个婆娘，月月做新郎 ，Thank you。大气大气，最帅有多帅呀，兄弟有多帅呀，你告诉我。你有多帅呀，兄弟。不开麦我补你了吧，我现在跟你讲话你不理人，这么高冷。跳坡岗的人一般都是老六吧，来这里狗分的吧，应该是，好像感觉没有队友呢。就像阳光双手可以耶，黎明笑笑
跨过天边，是说勇敢，书写轮回线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什么能够停止不现？穿越时空，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微笑面对危险，怎么真正不会遥远？鼓起勇气。这个人直接退了，他有自救器，他为什么不用自救器啊？有人吗 ？Hello， 贝贝。嗨，嗨。我要走啦，大哥，大哥，哥，哥，妈的！Find home。Find home。一把年纪了，啥逼问你？你妈没教过你不要打游戏吗，小伙子 ？Find home。别挂了吧。抬走。下一队。这波完成十四杀，把十四杀右边的兄弟们抬向天台。不用扣六啊，兄弟们。虽然说别的主播如果是这种操作的话，直播间肯定那个六六六就刷刷刷的刷起来了，但是咱们直播间没必要。机操，物六。不过兄弟们不用克制，你们想送办卡，想要拥有主播粉丝牌子的心啊，兄弟们，怎么样送办卡或者粉丝勋章呢？在右下方礼物壳子里有一个黄色卡片，送一个那个黄色卡片就可以了吧。谢谢狼哥送的一个100红包鱼翅，狼哥大气啊，狼哥硬邦邦。
哇，这都不死啊？你是个鸡皮呀、啊？直接冲，兄弟们 ，you are speed。被人偷屁股了，这个小笨蛋。这边还有一队，直接冲，兄弟们！别上来，我打个药。我靠，南哥。谢谢狼哥的又一个红包，狼哥大气啊！狼哥，兄弟们给狼哥走波大气吧！狼哥发了两个鱼翅红包，大气大气，谢谢狼哥。Find home， 嘣。这个上面还有人 ，Find home， 嘣！打狗杂还是打击伤啊，兄弟们，挺纠结的。打击伤吧，要有一个打远距离。M456的枪永远都是用来打远距离的，762的枪是来用来打贴脸的，所以我们拿一把56和一把762的枪就行了，没必要拿两把762的枪。762的枪打远点不太 OK， 除了那把大盘西。谢谢狼哥的红包啊，老板，嗯，帮帮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谢谢狼哥。
哇哇他妈服了呀，这些老鹰劈我操，哇靠真恶心啊，这些老六操你奶奶，能食是杀，不能吃鸡，能巴杀。哇，真服了呀，这个老六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直播间禁止发打工仔三个字啊，因为直播间发送打工仔三个字会触发直播间自动禁言功能，所以兄弟们还是不要发打工仔三个字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再把跳一首《魔兽世城》吧。今天又一个三十一杀，昨天也一个三十一杀，天天三十一杀。唉，新赛季这么容易三十一杀，难受。算了，这波他喵的没办法上去了，给他们吧，让给他们。拿把什么枪啊，拿把这个枪你就在那瞄我啊，啊你个糟老头子，有点嚣张哦你。钢枪不识弦线，吃饭磨得钱钱。
袭我了。还好是个鸡哥，要不然我就死翘翘了都。预瞄点瞄着上面，免得等一下上面有人在架着我们，我们可以做出第一时间反应。这都是细节，知不知道？一定要细。谢谢旧深藏在心的办卡十连击，谢谢藏在心的十张办卡 ，Thank you。谢谢老板。哎，我刚打倒那个被救了吗？赶紧摸上去，兄弟们！欲望相争，腿毛得力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打完脑袋前来收割你们，打你腰子！哇，这个汤姆逊威力好小啊，打这么多枪不死啊。这枪给别人挠痒痒，真的是。我需要武器。这把压神没跳人嘞。